印渊和唐州各有各的特点，那么印渊帝君呢，就是一直以来守护天下苍生，他愿意为苍生牺牲自己，他心中是有大爱的。那么唐州呢，是深情不悔。那么呢，印渊帝君呢，其实他虽然是已经活了很多岁了，但是他也是众神官当中最年轻的帝君。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，也和编剧老师导演沟通了一下，那我也给音乐帝君加了一些可爱的一面，比如他喜欢犯规啊，他其实也更多兼具着人性吧。那么唐州呢，就是行侠仗义，而且他是傲娇毒舌。那么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呢，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设计，比如说唐氏翻白眼啊，或者一些小表情啊，所以他和音乐帝君还是不同的。自己觉得就是热情最重要，如果你一旦喜欢他，你爱他，你爱这个角色，你对一个角色付出多少，你用心多少，观众肯定是也是能看得到的。而且我认为就是说，怎么能把它演得真是最重要，就是你这个真肯定是要打动观众，也大家都知道真听真看真感受其实是最基本的，但这个最基本的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自己去摸索，因为你只有去做了，因为你自己去总结出来的一些表演心得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一直就觉得可能一个角色的厚度就是你理解的越深，你表达就是越准确。这是演员应该要做的，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比较难的，我时时刻刻也在告诉自己，会不会这个角色跟上一个角色演不一样吗？或者这个上个角色是不是会有重复呢？它其实它的规定情景是不一样的，它的剧本的人设角色是不一样的，你的对手不一样，你是应该要演出不一样的。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剧本里肯定是大家对你角色的肯定。我想告诉年轻的小朋友们，我也是什么走过来的，就是说那个觉得自己很傲气，很热血，觉得什么都不怕，但我觉得这也是对的，你只有什么都不怕你才去做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你不要害怕失败，你要相信自己能打败它，你就迈过这个坎。我什么口味都吃，我不挑的，大家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